天给大家推荐八部关于银行抢劫的电影，部部都是比拼智商的高分佳作。以下排名不分先后：一、导火线影片让人看得荡气回肠，尤其是街头那十几分钟的枪战，既刺激又逼真，可以说是影史上最佳的枪战戏之一。两位主演的对手戏很精彩，将角色演绎得有血有肉，而成中大道影片故事很细腻很好看，紧张的抢劫戏与细腻的文戏相映生辉，各个角色都有发挥的空间。三、银行大劫案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，故事紧凑，环环相扣，细节之处尽显黑色幽默。四、局内人影片采用喜剧式的结局，展现了一伙有良心没有恶意且高智商的抢劫犯，顺利无伤亡的抢劫了银行，偷得了赃款，未造成银行损失和人员伤亡，并且揭发了一个恶人的隐秘罪行。五、公众之敌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故事很精彩，气氛紧张刺激，而且也拍出了一种独特的美感。六、鉴于行动影片中枪战场面火爆，入侵暴且惊险，开头的五分钟很精彩，剧情紧凑，总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电影。七、捕灵指，这是一部集黑色幽默悬疑为一体的犯罪片，故事紧凑，片中笑点多多，是一部轻松的犯罪片。八、惊爆点，又名终极豪情，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电影，片中的情感很细腻，动作戏潜水戏部分拍得很好，那两幕潜水追逐的场面可以说水准不亚于任何一部有关潜水的影片，悬念的设置也很成功，